姐姐姐姐，我又找到一个很好玩的国家。什么？小弟你还来？上次你找了一个蜀国就已经害我被抓了，这是为了生命安全，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同样的过错我怎么会再犯？我找到那地方后可是挖地三尺搜刮了一遍。姐姐你猜我找到了什么？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刮收到了什么呀？猜不到也没关系，你跟我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就是这里了，狂派基地，我可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成为狂派的首领，现在威震天已经被我驯服成我的保镖了，必要时还能召唤威震天为我作战。对了，威震天的威力我还没试过呢，姐姐以后我就让威震天也保护你吧。啊，小弟快让你的威震天住手。小弟我看你让威震天保护我是假，是威震天的威力才是真吧。还好我降魔人福大命大，不仅逃了威震天的追杀，还找到了博派的基地。等我成为博派的首领，也让你试试擎天柱的厉害。来者止步，这里是博派重地，请离开这里。别赶我走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成为博派首领的。请问你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博派首领吗？原来又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姑娘，那我就成全你好了。想要成为博派首领很简单，只要你击败了我的分身就能成为博派首领了。来吧，请接受考验吧。不是吧，刚躲过了威震天，现在又要给擎天柱中了吗？当然是为了博派首领，来吧。总算把分身消失了，现在我已经通过考验，可以成为博派首领了吧。参见首领，这是我的召唤器，首领可以用这个召唤我，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召唤到我了。我保证随叫随到，但是最好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叫我。偶尔你也可以召唤大黄蜂前来帮忙。小弟快出来快出来。姐你是怎么了？我怎么看你气势汹汹的样子？是我的威震天太厉害吓到你了吗？小弟叫你用威震天欺负我，今天我降魔人是回来报仇的。去吧擎天柱大黄蜂。姐姐你召唤擎天柱就算了，怎么连大黄蜂都召唤出来？姐姐你耍赖。你的关注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哦，点个关注再走呗，拜拜。